我们接下来干嘛？再看一个电影。可是我们已经看了两部了。那去逛商场。昨天不是刚逛过吗？那去吃饭吧。嗯。饱了。要不我们出去运动一下。我不运动。我觉得散步也是一种运动。你不会连乒乓球都不会打吧？我会。那开始吧。我发球了，来了啊！在这儿呢，我真的发球了，看球看好了。我还没准备好，那换你发球吧。来吧，来，我觉得公园里这种球桌应该不是标准的球桌，长度有问题。快捡球！谁捡球啊？你没打到球，肯定是你去捡球啊！我才不去呢。快点儿！我觉得这个球拍的弹力系数有问题。我觉得是你这个人的技术有问题，你有问题。还是你最帅，我说他滑板动作帅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顾文义，能借我试一下吗？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小心点。你会玩吗？这看上去又很难，很危险，你别玩了。是啊，挺难的。从物理上来说，它踩住了尾巴，作为力矩的轴心点。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。它用脚跟滑板刷出了距离，形成了力矩，利用这个爆发力完成了动作。它这个动作维持了数周点的静力率几乎为零，板尾下压，重力推着板走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理论和实践是允许存在差距的。叫他吧。嗯。你得先让我知道你乒乓球什么水平，我才能因材施教。没水平。没水平。
我知道我怎么系统的训练你了。真不简单啊。你什么时候让顾卫医上去打球啊？他呀，先让他颠会儿球再说吧。